再有钓鱼人士失踪。30岁，据知任职消防员的男子陈锦辉，他的家人在 Facebook 出 post， 指他星期三上午收工之后，说自己会去蒲台岛钓鱼，但到第二日凌晨都没回家。朝早警方、消防署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蒲台岛一带展开搜查行动。警方说陈锦辉高约 1.7 米，体重约75公斤，中等身材。最后露面地点是红磡佛光街，当时穿着黑色外套、蓝色长裤和黑色鞋，拎着一个白色鱼竿袋和一架手拉车。